这不会是不祥之兆吧？没事没事，大吉大利。乌鸦嘴，喂喂喂，你没事吧？哎，刘琦，这是我们天灵国的将士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快，那边有马缰绳！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？ 快！你们几个，去那边看看。是是。剩下的，这边分散搜。是。这家伙是这么重伤，肯定跑不远，一定就在这附近。 要不咱们俩到那边看看吧？不会真的死了吧？哎，怎么办？又不是溺水，呼吸法能有用吗？算了，先救人。 原来是你这个小娘们耍了我们，啊！你们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没想到还是个烈性，啊！我喜欢。 杀场，把何国杀儿还其不快哉！敌军的目标是我，若你们与我一同撤退，他们绝对会穷追不舍，换来的是全军覆没。竟然和低等的人类缔结了种族契约，真是本王子的耻辱！ 真被我救活了！你不是死了吗？我劝你束手就擒，否则我就杀了他！这人脑子被摔坏了吧？
我这个人，要饿了，要想要中邪了。我也觉得，太吓人了。我们跑吧。嗯。大哥，你先打他，你对付我干嘛？别在这耍花招。冯女人，你刚才为何要亲我？你以为我想啊？还不是为了救你？救？赶紧把我扶起来！我疯？我疯吗？都给我上！我嫌他们脏不行吗？那倒也不必。如此说来，我还得感谢你不嫌弃我。你以为你好到哪里去？你只不过跟他们相比，有一股特别的味道，比他们闻起来要舒服。哎，聊够了没有？当我不存在是吧？等我一下。前走。加油！在魂柱里面待太久了，活动活动筋骨真舒服。魂珠还在那个女人那儿，怎么让她跑了？不是叫你等我吗？这个地方也有死角车。看来男人也怕死角蛇呀。龙仔，你可真是我的小护身符。大人，发现洛日敌军尸体。女朋友来了，我先撤了，找哥哥要紧。树林那边发现敌军数十人，全已生擒。另外，已找到少将军白马。好，少将军定在那附近，都给我仔细的找。好。好。少将军的气息时断时续，军医说少将军怕是醒不了了。老爷为少将军安排了冲洗，少将军定能度过此劫。若是再说这道晦气的话，小心你的脑袋！属下知罪。这少将军年纪轻轻就为天灵立下了汗马功劳，是当今水上青天的护国少将军，真是天赋英才。今年此时，我才有幸见过少将军一面，狂放不羁的气质，斜飞英挺的剑眉，幽深锐利的双眸，使我一见倾心，却不成想如今物是人非啊！姑娘，那马车里面的人是谁啊？为何大家都如此之悲痛？小姑娘，那里面躺着的便是大名鼎鼎的少将军。
他为了守住荆州防线，莫非是那人？不会这么巧吧？不管了，还是先找到哥哥的下落为妙。生擒怕是日期。姑娘，你可知道京城御史院徐大人住在哪？顺着这条街一直往前走便是。谢谢姑娘。子墨的确已经失踪数日了。那徐院长可知道哥哥失踪之前去了哪里？莫府的玉夫人邀请子墨入府，之后就再无音讯了。难不成哥哥是在莫府被绑架的？看来必须去莫府走一趟。多谢徐院长，我这就去一探究竟。姑娘，姑娘有所不知啊，这莫府深宅大院，庭院深深，普通人是很难进去的。那徐院长可有什么进入莫府的好法子？老爷，老爷，大小姐说，即便上吊自尽也不假。再过半个时辰，莫府就要来接人了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我绝不会让我的婉儿给别人做冲喜新娘。